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，我是胡福骑射。已经有很久的时间呢，没有跟大家做 War Toys 的猛兽侠系列了。今天的话呢，我挑了他们的这个26号猛鞭呢来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。其实猛兽侠系列的每一个模具呢，我至少都收一只啊，只是呢没有时间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。那今天挑这一款来做的话呢，就是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甲龙这种生物啊。首先呢，在恐龙里头呢，只要是四足着地的，我会比较喜欢。再来是我喜欢有重量感的一个恐龙，像雷龙啊、剑龙啊，还有这种甲龙系列，都是我比较有爱的。那么这一款的话呢，颜色非常的鲜艳，特别是它的透明部件，这种橘色啊，很漂亮啊，非常非常的亮，而且很剔透。从后方的这个锤子，然后尾巴上的这个护甲嘛，还是防护用的尖刺，背上的6片尖刺。以及这里有两个像是火炮一样的东西，这里也有2片的护甲，头顶的话呢也是透明部件，眼睛的话呢也是一样。那么由于头顶是透明部件的关系，导致于说嘴巴里头有一点橘色的光芒啊，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有趣。那么它的一个可动来讲的话呢，头部的话呢是可以上下动，嘴巴可以张开啊，这个已经给各位做过展示了。里面是一个球形关节，但是比较偏紧，各位也听到了这个声音，咔咔咔。脚的话呢，这个前肢的话呢只有根部的关节可以动，后面的话呢则是多了一处的关节。那你可以看到啊，后肢的话是比较长的，而且它的后肢呢是连着尾巴啊，它是有一个联动的啊，是一块动的。那尾巴的话可动比较可惜啊，往左右动啊，基本上是这一带关节是不能动的啊。你往外两侧动，这里有一个卡扣，一扣住之后它是锁死的，那只能够后方的一处两处关节来做一个转动啊。那你这个尾巴的话呢，可以稍微再拉出来一点点，再往下放一些些啊，都是可以的。那整个一个龙形态的话呢，因为后肢比较长啊，所以的话呢，可能摆的时候呢，就是以这个往上斜一个形象，我觉得也不赖啊。那它的变形的话呢，也是非常的简单。那首先的话呢，这个尾巴要先把它给拉出来。那我们先把这个前肢给变完好了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恐龙啊，要先变前肢，后肢先不要动啊。这个脚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个凸啊，凸要抠进这个凹槽，这个地方直接脚就转过来，直接透过这个的关节把它给抠过来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一个这个龙的这个侧边这一带把它给打开，这里也是一样，先把它给打开。好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将这个地方，它这里有个 C 型扣啊，要拉开。那 C 型扣之前其实这里有个凸，这里我们得先解开。C 型扣的话就是稍微第一次掰的时候有点用力啊，把它整个抠开来，抠开来之后你看到这里有个滑槽，整个这样推出来，再来把整个龙头呢给塞到内部去。那记得这个尾巴这个部分一定要拉出来啊，里头的空间呢才足够让我们把龙头给整个缩进去。那这个龙头缩进去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往内推到底啊，往内去推到底。还有刚刚这个龙头应该是给再拉出来一点啊，刚刚这里有个滑槽，我忘了啊，没把它给弄出来。这里先把它给整个给龙头整个给放进去，然后呢这个地方记得再把它推回去。好，整个推进来。再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部件往上面推上来了，会听到咔的一声啊，这里，哎，卡住了，这个地方卡住了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一个脚的话先完成好了。这个时候再来动脚啊，脚的话是要反折上来，然后呢腿是往外折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还是有个凸啊，然后扣进内侧，旁边刚好有个凸凹的一个结合到这里。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前后肢都给变完呢？不行，如果你一开始就把后腿变完的话呢，这个部件就无法往下拉啊，所以一定是先变完前脚，动完前面之后呢，再来变后面这里。那再来，我们就把这个部件往上面推上去，推上去之前把这两个护甲给打开，这个呢就给推到上方来。那不对，先到这里就好了啊。再来，我们把这个部件打开，然后呢把这个尖刺的部分翻到内部去，整个部件往下翻，这里是一样，先抠开上面这里，往内翻，把这个尖刺翻到内部。然后呢，盖回去，整个的往下翻下来到这儿，然后这个部件往上翻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凸啊，会抠进这个凹槽，这边抠进去，另外一侧啊，完全一样啊，这样子抠进去两侧，OK，到位了。再来把上面这个盖子给打开，6个尖刺收进去，直接盖上就可以了。再来把2侧给打开，打开之后这块部件要把它给推回去。它是在辅助我们在兽形下的时候呢做一个结合的，但是呢平常要抠出来的话呢，我不用道具我是抠不出来的啊。这里呢就跟各位做个简单的小解说，这个地方翻进去，这里也是一样折下来，然后就往前面翻过去到这儿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，
这个地方啊，记得是要拉出来的，往这里前面到这儿，把它给扣进去。最后这两门火包是往侧边掰开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这一款这个，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这个忘了，这里啊要先缩进去啊，尾巴这里，这里，哎，尖刺忘了先收进去了。好，我们的这个猛鞭变形过程呢就已经大功告成了啊，它的一个稳定度还是很好，它的一个主要的结合卡扣呢是这里啊，灰色部件这里有个凸扣进去，两侧啊扣进去，以及另外的这个两个鞭子过来啊，不对，两个鞭子组合成了尾巴啊，或者说尾巴拆成了两个鞭子扣到这夹住，主要就是靠这个地方去做一个结合。这一侧的话呢没有任何结合卡扣，但是它是所有卡扣的一个出发点，所以它是不会散架的。上方这个盖子啊很漂亮啊，这个有一个他们的一个阵营的标志吧，是哪一边是正面啊，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啊，应该是这一侧吧。整个外观的话呢也是很漂亮啊，并没有特别破绽特别大，顶多是这边吧啊，没有什么细节。其他的两侧的话呢都有一些造型可以看，整个玩具的一个完成度呢是非常高的，卡扣的稳定度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好，是我应该说 World Toys 的这个 Beast Box 的话呢，我个人的评价吧都是高于 Mega Box 的啊，这个系列的话呢依然呢会是我主要的收藏品。那就跟各位见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